这个胖子是一具腐尸，因为死后灵魂逃出了冥界，这让他也开始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。追捕胖子的是冥界警察尼克，只有他手中特制的武器才能击杀胖子。可是尼克被突如其来的汽车砸到，致使胖子再次成功逃离。尼克原本是凡间的一名警察，在一次抓捕任务时因为搭档丧彪的背叛，使得他身中数枪后又坠落地面，还没来得及留下遗言，他的灵魂便脱离了身体，看着四周犹如静止的画面。 尼克一开始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，直到他来到屋外，身体便不自觉地飘浮了起来。只见天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，尼克就被这股力量吸入其中。这里有着许多大小不一的通道，无数死去的灵魂同样被吸入其中。见到这一幕的尼克十分震惊，或许他已经猜到自己应该是死了，只是尼克因为身份特殊，他被单独地拎了出来。坐在他对面的女人是冥界的督察翠花，她首先告诉尼克已经死亡的事实，随后拿出一本册子。 这里有尼克生前的所有记录，其中包括尼克利用植物之变私吞黄金的往事。要是按照冥界的审判，他没的罪名通常都会被打入地狱。但来到这里只需要为冥界警局服务100年，或许还能将功折罪。尼克想都没想的就答应了此事。随后趁着尼克不注意，翠花就在尼克身上留下了一道标记，这也意味着尼克从此有了新的身份。翠花随后带着尼克前往工作的地方。只见这里关押着无数的腐尸，而尼克的任务就是前往人界抓捕这些漏网之鱼。这些腐尸性格暴躁。 哪怕是戴上了手铐，也无法让他们老实下来。那迎接他的将会是被无情的射杀。而出手的这人名叫老罗，他是一名服役了200多年的老牛仔，因为做事从不考虑后果，也因此时常遭到处分。由于他常年是单独一人行动，翠花于是把尼克安排到了他的手下。眼下老罗就有一项任务，他让尼克来到一处洗手间。只见老罗启动马桶冲水的开关，他俩就被传送到了凡人的世界中，带着对人世间的留恋。尼克却不肯上老罗的汽车，反而是来到一处墓地。 这里正在上演一场庄严的葬礼，而主人翁正是死去的尼克本人。他急忙冲入人群之中，可是这里的人居然都不认识他，就连他的妻子也同样是如此。他们都把尼克当成了疯子，这让尼克很是不解。老罗随后这才说出缘由：原来冥界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，为了防止警员介入原有的家庭之中，他们在人界的外貌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。在凡人的眼中，尼克此时的形象是一名中国老头，而老罗的形象是一名身材火辣的女性。 他俩随后坐上汽车，这才开始抓捕腐尸的任务。根据冥界提供的情报，在某处一栋大楼内隐藏着一只腐尸，他们伪装成凡人的模样，让人难以察觉。但腐尸身上释放的死气却是难以隔绝。但凡他们待过的地方，植物都会因为死气而枯萎。被触碰的物品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破损。两人在行动之前，老罗拿出特制的弹药，并交代必须要击中腐尸的头部才能有用。由于他只对灵魂体有伤害，并不会伤到人界的凡人。随后追寻死气来到腐尸藏身的地方。 只见开门的人十分谨慎，而他就是长相像四越狱出来的T-Bag。他眼中的老罗则是拿出卫生部门的证件，这不得不让两人进屋进行询问。老罗作为一名抓捕腐尸的老鸟，自然有揭露腐尸真面目的手段。他当着 T-Bag 的面不停地吃着印度咖喱菜，这味道让 T-Bag 实在是受不了，还没过多久，他就不受控制地露出了腐尸的原型。原来腐尸是受不了咖喱菜中小茴香的味道，尼克急忙拿出手铐将他锁住。 只是 T-Bag 有些不甘就此被捕，他扯下冰箱门发起攻击，险些击中了一旁的老罗。T-Bag 随后急忙拿起一罐牛奶，而尼克则是用手铐的一端锁在自己手腕上，这让 T-Bag 开始有些恼怒。他用力扯下自己的手臂，随后用力地抽打在尼克的脸上。拿起牛奶的 T-Bag 开始逃命，他一边跑一边喝着牛奶，只是倒出来的却是黄色的金块。随后他朝着玻璃窗一跃而下。 原本以为 T-Bag 是自寻短见，可几秒钟后他却是再次站起来，这让尼克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。只是刚转身，他就被老罗给推出了窗外，并朝着 T-Bag 这里砸了过来。虽然身体有真实的痛感，可他们已经具备了不死之身。老罗不敢轻易得罪，于是把怒气全撒在了 T-Bag 身上。就是这么一顿暴揍，他让 T-Bag 吞下去的金块便吐了出来。只是 T-Bag 还想发起反击，老罗便失去了最后的耐心。而尼克看着熟悉的金块。 这让他开始陷入了沉思之中，因为当初就是因为同样的金块，这才让他被搭档丧彪给杀害。两人完成任务返回到冥界，只是尼克还是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。他劝老罗一起去查查金块的事情，老罗见尼克不查是不会死心，于是带他再次返回凡界。这里有老罗培养的一名线人，只是他并不肯透露金块的事情。尼克只好使出一计，他把金块送给了线人，随后与老罗一同离开了此处，接着坐在车上守株待兔。 没过多久，就见线人走了出来。他站在路边，向四在等待什么人。果然没过多久，一辆小车停在了他的身旁。只见下车之人十分眼熟，而他就是杀害尼克的搭档丧彪。线人随后把金块交给了他，随后驾着小车快速离开。两人一路跟随着丧彪，却是来到尼克原来的家中。
丧彪随后在尼克妻子的指引下，他挖出了尼克生前埋藏的金块。生性率直的妻子认为这是不义之财，于是让丧彪将他全部带走。而丧彪拿着这些金块，随后来到了一处机场，并把他交给了一个大胖子。这一幕被一旁的两人看得清清楚楚。老罗发现胖子像似腐尸，于是赶在前头将他给抓获。为了检验自己的猜测，他来到一处厨房，找到一罐小茴香，本想让胖子尽早承认自己的身份，可人家还巴不得露出原形。在吸食了大量茴香粉末后，胖子的本体也渐渐地露了出来。胖子利用肥大的身形撞开大门，接着再接上一展灵活的身手。老罗拿出特制的绳枪，一发击中胖子的身体，但是胖子并不慌张，他只是用力一扯，老罗就被他给直接带飞。尼克本想开枪，可他被翻滚的汽车砸倒，只是路人眼中的尼克却是另一幅场景。 好在尼克击中了胖子的身体，可他却是不想再跑了，原地蹬破玻璃，并把老罗给带入了屋内。只是老罗的这具身体让一旁的男士默默地流出了口水。胖子随后破坏电梯门，并朝着电梯井跳了下来，而赶到的尼克则是开枪击断电梯的缆绳，致使电梯失控地弹射了出去。金块箱子虽然被抢了回来，可是仍旧是被胖子给逃了出去。两人这次行动让腐尸暴露在大众的视野中，这让他俩也因此遭到了严厉的处分，而被缴获的金块也查出了来历。它是几千年前被击碎的神器碎片，一旦被腐尸收集齐全，它就能打通人界与冥界的通道，到时候所有的腐尸都会降临人界，那无疑是一场世界末日。为了将功折罪，尼克两人决定要去找回其余的金块。既然丧彪也参与了金块的收集，那就从他的身上先下手。只是尼克与丧彪搭档多年，他并没有发现丧彪的异常之处，而老罗则是解释道，腐尸可以依靠某种稀有的物品掩盖死气。这让尼克瞬间想起丧彪曾经说过的话，他有一条祖传的手链，他就是靠着这条手链的庇佑而逢凶化吉。老罗认为这一定是掩盖死气的物件。两人随后来到丧彪的家中，老罗靠着美人的身份进入了屋内，尼克则是悄悄地从一侧摸了进来。他让丧彪取下手链上的圣章，强大的死气果然瞬间蔓延至整个房屋。接着从屋内再次搜出神器的一部分，两人把丧彪带回冥界，还从他的身上搜出了半个神秘的球体。在上缴这些物品之际，半颗球体和另外半颗产生了反应。原来丧彪早就料到会有今天，他安排一名腐尸携带半颗球体，早就在他之前被带到了警局。这下两枚球体结合在一起，瞬间放射出一股强大的能量，使得除了腐尸以外，所有人的动作都被放慢了数百倍。利用这空闲的时间，丧彪取走了所有的神器碎片，随后还解救了大批被关的腐尸，并一同再次返回了人界。那名嚣张至极的胖子见老大丧坤回归，于是召集手下赶紧组装神器，这使得城市上方开始乌云笼罩。然而冥界警局也全体出动，只是刚出来就被埋伏的腐尸伏击，他们同样有着不死之身，但都怕被这种特制子弹击中脑门。趁着大块头卡弹之际，老罗当即使出单身几百年的手速，只是此时的神器慢慢形成威势，一旁的大楼纷纷开始出现了坍塌的情况。尼克开着汽车只想赶到风暴的中心，哪曾想到难缠的胖子再次杀出，他趴在车上想阻拦两人，尼克将他撞向坚固的墙角，随后朝他脑门开上一枪，胖子就这样被击得烟消云散。另一边的丧彪抓来尼克的妻子，在神器要组装完成后，他用利器刺穿女人的身体，哪怕尼克和老罗赶到，可以是为时晚矣。女人身体流出的血液被吸入到了神器之中，这是激活神器最重要的一个环节。随着神器打通了冥界的通道，无数腐尸便开始朝着地面涌来，而老罗和尼克也展开了最后的殊死一搏。他俩接连击杀附近的腐尸，随后一人负责破坏神器，一人负责牵制一旁的丧彪。老罗见神器异常的坚固，于是打算用高处的车辆来砸坏神器。随着他使出浑身的气力，车辆成功的将神器给击碎。伴随着能量的消失，即将要涌出的腐尸又被反弹了回去，而丧彪也迎来了他灰飞烟灭的结局。只是尼克的妻子快要濒临死亡，没能等来救援的他还是死在了原地。在他灵魂脱离身体的一刻，他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尼克，而尼克只想让他好好的活下去。在两人深情的相拥过后，尼克的妻子被成功的救了回去，而出手相助的则是督察翠花，因为他和老罗成功制止了一场劫难，这才使他网开一面。老罗虽然还被多增加了50年的服役期限，但他却是赢得了翠花的芳心，而尼克则是继续与老罗合作，再次踏上了抓鬼的道路。